生肖文化跟陶瓷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我们整个陶瓷系统要进行创作的一个大的一个门类，而且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，会越来越高。这生肖呢，历史上却有的，每个人不管是哪一年生的都有一个生肖，所以与每个人都有关系。这个十二生肖呢，确实是给景德镇的陶瓷的发展这个带来了生机，同时呢又是一种全城创新的表现。